和你一起做的第26件事。我就是觉得今天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公司给我放了半天假，我就想着找点事来干，然后我就去搞到一个这个风筝啊，就是刚好也可以出来贴近一下大自然。这个正好是春季啊，就当是出来春游一次了。然后哥们们好像现在还在上课，对，然后让他们羡慕一手，给他们拍点照片回去。就是我当时去仓库一阵乱翻，然后就没翻到别的有用的，就翻到个这个。那你放风筝有什么经验之类的？就是要有耐心，没有风的时候就先一圈一圈的用人力把它带起来，然后它带起来了过后，就是它到上面一点的时候风会大一些，就可以慢慢的开始放线，然后拉线放线拉线，就不停的重复，风筝就会越放越高了。主打的就是一个耐心。骑车呀，骑车，蹦极，蹦极，他不是之前他想去蹦极、哎。当时在海南的时候，我们坐那个游艇，当时回去的时候，当时在那个帮我们跳水的地方，就是在看上面跳伞，对，很高，对，好几个，那个岛那个山都高。他真不知道他想去纽约啊。咱就是说这个没有个说明书吗？他这个怎么装的哟？第一步。袜子，你看人家风筝放那么高。啊，人家底方好小哦。你先就是往那边跑吧。世界孤立我，任它奚落，我只保持我的沉默。再来一次，我总感觉这个飞行轨迹不是很对的样子。这地方太小了呀，跑不开呀。那叫用了方法。诀窍吗？有啊，把线放长一点，然后开始跑，然后当你跑得够快的时候，它一下就被你拉起来了，然后猛地收线，它就会往正上方走。这个时候再跑，然后跑放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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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着放着就上去了。但是这地方有点小。比起上次我们那个地方好像小了两圈。我们换个小点的。算了，就放大的。我去研究一下。
要找合适的起步地方。什么才是好的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无关的啥子质量啊换算了就放大的换拿个红的可乐饮料那个吗刚才是装备的问题，这一套装备很专业，来吧，直接整。不多说了，钱已经用完了。你看他稳不稳？除了那几个热气球，我已经是最高的存在。开始了。 I found myself on the freeway 180 but something is changing. 那是个啥？那后面那红色的那个有个尖的那个类似于古堡一样的一个，就装饰掉的一个。攒劲儿啊！走，看看去。走吧，我把它收了。华夏逸城堡健康养老服务公司，怎么这个宝瞬间就不老了呀？这个，这是不是可以翻进去啊？就这个古堡，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进去看一下。
这叫古堡？这砖儿昨天贴的吧？这么新？我的下面还有。晕，下面还有一层。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怕这些？不到十二点，我感觉不到阴森。喂，没东西啊。喂，看到没？出现了，有点东西。看到那个字了吗？看到了吗？看下去，这儿有个祝你快乐，然后这儿写个啥？那就有个密道哎。哦，那这些人专门来古堡玩了过后，都喜欢写点东西来吓别人的。有内鬼，终止交易。再上一层楼看看。哎，有个阿飘，看到没？有人居然在这里做了个画，还写个快跑。这是什么东西哟？蜡，可能就是想吓人的。你别说，现在年轻人挺有意思的。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很浮躁，逛一个地方还要留下点记号来吓别人。这上面还有呢，这上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那为什么入口在里面啊？走，找入口去。哦，从哪儿上去？只能坐电梯吗？难道？不是我的古堡，难道古堡探险之旅只能探到这儿了？就没有一个安全的上去的地方？这儿呢？怎么说？咱们是直接登顶吗？还是？对呀。观察一下沿途风景。有人吗？有人吗？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城堡的最高处了。感觉这一路上来没什么好东西呀、啊，这上面还有吗？这上面明明还有啊，但是又找不到入口，怎么上去了？这楼梯都没有了，这还是断的，一不小心还会掉下去。哦，好多字儿在前面。哦，原来这就是这中间原来其实是没有这个的。你看这个字是从中间断掉的，说明是这个字比这个墙写的要早，然后就说明这儿应该能看到的砖应该都是没有的，就沿这应该就是个空的大平层，就是全空。电梯，每层楼都配个电梯，每层楼电梯都用不了。哎，看吧，我就说这个这么大个城堡没那么简单。那必须是先登顶看看风景再说。不要上楼顶，然后就现在人都流行搞这个，年轻人浮躁得很。哇，这顶楼就是电房。哦，有可能是那个猪吗？啊，你管这叫钟啊？啊，这就是钟啊！你管这叫钟啊？就是钟啊！这为什么是钟啊？因为我们这就是钟楼啊。不是，这个凭啥叫钟啊？钟不长这样吗？钟表吗？电子那它凭什么会发出声音呢？它都没有。喇叭呀，有喇叭呀。哪有喇叭？那这个钟声多敷衍呢！我以为有个真的钟，然后每天晚上它要发出异响，我以为是这种。
哎哎。大人真的是。哎呦，这个地方好。这风景很好啊。确实是到顶了，往上走不了啊。这次古堡探险呢，我发现在白天就是可能感受不到它的那种古堡的神秘气质，就走着就很像建筑工地，然后更多的可能就是这些人写的这些啊吓人的东西，可能晚上挺唬得了人的，白天确实唬不了什么。走吧，我们回去吧。小心，这个是真的是陡的，这个那走吧。喂，下课铃啊，这个东西是几点？不准啊，这个现在4:59，我以为他5点敲呢。他敲多久就没了呀？哦，赛博钟，现在钟都是电子的。走吧。耶，这就没了。但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地方晚上来玩的话，其实最那个的还是危险。就像这种楼梯，一个踏空你没看见 over， 就你踏空一次肯定要摔好几层楼下去，其实挺危险的。就是我认为大家出来探险是一个就我认为大家出来探险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精神，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铁粉吗？是这种真正的铁碾成的粉，铁杆加粉，铁杆粉丝吗？ OK， 冷笑话结束。哇，俊斌，我求求奶奶了，你给我出100个鬼。不是真的是去那鬼屋吗？求你期待，吓死我！求你吓死我！哇，你个拽呀！我走，全部单人。啊啊啊！没有，我的啊，你给我进去。没有，不是。OK， 好 ，OK， 你就带着 ，OK， 你带着嘴嗨一下。好，不用说，不用说，你就带着 ，OK。怎么了？你要玩就玩最刺激的。因为没有没有意义。爽。不是，我这人在黑夜中就不敢睁眼。你闭眼也是黑的呀。那你就是闭上你睁不开了。闭你睁不开了。很快，40公里每小时，很快。你是我的很快团队啊，我都是60。一般是带球跑动，100米9秒。我一点都不怕，我有点害怕，我也有点。我说实话，我也说实话，这个你要不怕一下？真的他着了，大哥，你怕着了，就这样吧。哎，这就算了。糟了，你这儿糟了，你也不知道，想到这才糟了。我的皮肤，曹小鱼和金润考了3，我不是3，40。不是曹小鱼，哎，这个在外面放心，我怕什么怕呀？谁给出心？赵天长。你不会要陪我。
是这样的，就是我拍这个镜头不是为了说什么，就是在下一个环节就是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某些原因。不浪费。哦，怎么说？我能吃。全把它吃完。全把它吃完。那你走不动道了怎么办？我必须走得动道，我是个男人。你吃一把又不吃了，你打得胃疼。我不能吃太撑了，因为我一会儿还有下一个环节。你一会儿反正就是拍我，我说了小摆烂一会儿，你可以不跑，拍我就可以了。吃，快吃。确定？确定。确定下一个环节不管怎么样都不跑？绝对不跑。那我陪你吃。好。确定不跑？一言为定。骗人是狗？骗人是小狗。你发誓？我左啊对天发誓，下一个环节绝对不跑。好。好，一起吃，来。我已经知道内容是什么了，那边这么大一个广告牌，这么大一个广告牌，写着什么啊？4000平米啊，一整栋的恐怖什么的东西，能有多恐怖吗？我直接鬼面前跳个舞好吧。你现在心率是多少？76。76，77。哇，我一会儿这个要是超过120，我跟你两个做儿子。今天这句话就撂这儿。但凡出现什么差错，我跟你两个做儿子。他们是不是找不到地方了？这太久了吧。今天呢，我们要给左航一个惊喜。对对对，要因为今天是他就是生日祝福，多次的，在这个特别的地方，挺特别的，头一次到外面，非常的自然。OK， 那我们开始吧。原来不是黄爷。它还能更大、哦、这里呢，这里还有一层，这我连他都怕。什么呀？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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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哟？啷个恁个办呢？重庆兄弟好。太快了。啷个恁个办呢？直接来给你了。从重庆折到成都都到了吧？你在我们这儿要干？那是等多久呢？啊？你在我们这儿要干？我当然知道等会要干什么呀。你怕哈？啊？我怕，我一会儿不去做单线，我跟你做儿子。哎呦，单线我包了。你一会儿别吓哭尿，吓哭尿，别吓尿裤子。你这怎么？现在说话都说不出，是不是？哎呀，谁说不清楚啊？一会儿进去，单线我包了，不要跟我争，不要。我包的，所有哈，你说的所有我包了，我包。哪条我能做，我走哪条。你们直接在那个出生点给我整 好你们俩全报完了，是我到时候把 NPC 给你报过来给你认识。两米，那我 NPC 把我报过来。我今天到时候跟看着家一样，我看着警察就跳舞。 Let's go。有灯了，有灯啊！
这个有什么可怕的？这有什么可怕？不就是红配蓝吗？它比楼高我都不怕。这里已经没有灯了呀。灯？为什么需要灯呢？为什么需要灯？不是，我希望你到时候上进去的时候也这么。你要把自己想象成盲人。不是，你现在已经吼到技术里面去。对，不需要灯。哎呀，难度给我拉满，点儿都不怕。啊，我觉得，要不我们走吧。好可怕，这就不行了，遭不住了。不是，我只是想吃个夜宵再来。不接待未成年人，不接待未成年人，老板都是十六岁的。能不能降低一下难度？我们这边有个朋友有点受不了了，可不可以让他先出去啊？我也害怕，但是我至少不像某些人一样。这边有心脏，拉满，里面的给我拉满。不要真让人家听到了，等一下发不发对讲机啊？我是带发呆那个，拉满，给我拉满，我带发呆。我有发呆，来，我有发呆，我带发呆的。那有楼梯的提示吗？就是那种灯，我们知道那个是楼梯不？哎，我们会知道的。哦。咱们要找的第一个房间是四楼的化妆间。OK。OK。走。呜、啊！啊！给我拉满。拉满，拉满。不要说话。我是带发呆的。哎，大家一定要小心排间。哎，你别哭吧。我们这个都不会管。不行的。累了，我们差不多。累了，不行了。我累了。累啥？我累呀。累什么？我累。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干嘛？不是有点滑？那你比鬼都恐怖。走吧，走吧。哇，这么宽敞。在我们这儿。I got a girl, I got a girl, girl, I got a girl. 哦，他就是化妆间。放下。哦，化妆间外发型处。嗯、啊？你来了吗？你来了吗？我们刚怎么了？那个窗户那里那个人啊，高那个，咋了？我对视，我刚刚见新的，对视，开始了，对视，对。啊？那我们要去见一下，等这么久，要去见一下。不化妆室吗？那边，化妆室在那边。那找到了干啥呀？就是你没看清楚吗？它上面写字，但是我们都。我也不知道游戏开始没，你们问了我才知道游戏开始。不是，他不是自己待一两分钟就走吗？那走吧，走吧，走吧。走了。啊，走啊。那边走，化妆间那边。走啊，你要跟我走啊。化妆间在那边。不是，我在那边。走啊，你。你走他。我的前面，我的前面。又有人，又有人。
还没跟上，还没跟上来。没有人，你们先走，来我们走，你们跟我来，我来。你走，因为那个双头有人，走吧，走吧。没人搞我，不要搞我。去哪儿？左边啊，就是右转，右转。对，右转，左哪边右转？干的哥，有点黑人，说实话。哇，好了，姐姐。哎，给我一脚。好了，吓我一下。你可以吓我一下吗？音乐教室，但是钢琴没有，我该弹一首《东来往》。走吧，走。哎，找东西，让你找东西。哎，我找到了。哎，这么快？什么？快在一分钟内画出你们恐惧的画，跟他拿到图书馆的14架子上读。图书室就在你们出门右转90米那个亮红灯的旁边。一分钟内画出，在哪儿画？啊，这儿这儿有画。在上面，已经够了。这个东西害怕惨了，真的。快走，右转，右转，亮红灯，图书室。哪儿亮红灯了哟？别跑！来了！他进房间了。我看到了，好像他现在在那里面音乐教室。Hello， 我们来交换了。Hello， 放在这儿吧。有人吗？一四在右边。一会儿不要乱闪哦。一四在哪儿啊？在里面啊，在里面。书画架放一四。这上面有书法，这是 B C C 哦，一在里面，好，这个是一吧？那些东西在哪搞啊？不晓得。进来，主家门口。来了。哎呀！两米，这真有两米，这真有。哎呀！啊！不是。我才看见那个人呢。我们是 keep going 啊。哎，放那画呀！我放了，放哪儿了吗？我需要钥匙，你忘了钥匙在哪儿？对，谢谢。你忘了钥匙，带你出去。在哪儿？钥匙在厨架的墙壁上。在哪儿？储物架。对，厨架的墙壁上。储物架。出门左转。出门左转。没忘了钥匙。没人了，走吧。墙壁上，他说。这是什么？这柜子里，他来了，我发疯。我们这么多人怎么躲呀？他来了，他马上就要来了呗，那肯定。对，他躲柜子里。那站柜子旁边呗。能行吗？他的意思是说他来了，我就躲柜子里。找人钥匙，他说在墙上。应该玩到一半了。这是厨师吗？这是厨师吗？是吗？在里面呢，里面还有。里面是我的，那他那个应该鬼就是发疯的教务主任吧？我觉得。我们要先去给。来，哎，着急。啊，我手不动，哇，砰砰。我就是说你不要乱跑嘛。Hello。好高啊！这好好矮呀！这。找那个人，对，他应该忙。Hello， 你在吗？我自由。啊，自由了。告诉你，什么？我告诉你，能不认识他是个魔鬼。跟着我，哎，给我当小路，带你们走。跟着我，从那个柜子里。什么？都来了。走到哪儿的柜子里啊？这就只有将就了。哇塞，我这看起来，你看我这个，那我必须探个脑袋出来看一看他。一开门我就。
要检查位置。不然一会儿扭到了。弹奏一曲。神棍，神棍。啊，曲谱，曲谱在哪？直播间墙上曲谱在，弹一曲。哦，就是那个什么说法什么那个。哦，就他弹的。哦，他应该看你皮了，今天都没给你弹了。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不要惊讶，冠名令我发出这句话。一会儿不会从这儿出来吧？走错了吧？没有，他就说这边那条那条路直走，然后左转。能直接进去吗？你没有卡吗？啊，谁有卡？在宿舍。没有卡也没有密码。宿管在宿管那儿。对，在宿管。宿管是哪？在宿管那儿。看看我们和张大宇看那儿。宿管那儿肯定惊险的嘛。没事。你翻进去的。后面有人。没事，我在后面。这个人猛啊，谁能想到？哦，就是我们每一组要站在一个房间门口，他只会打开三个，打开那三个进去之后拿被子蒙着头，哎呦，然后最后没打开那个要回四个化妆间待着，心脏骤停了一秒，好突然，就是现在去打开房门。301到304有一个日期，有一个打不开，就是让我们分一个出去。不是，就是没你如果没打开，你当时赶快走。没打开赶快跑，打开了你就进去拿被子蒙着头。你们要去那边303还有304？这个是直接刷的吗？走吧，我们俩去吧，我们俩去吧。是同时刷。
个是我们要同时刷。对，三二一，一起刷。等一下，哎，你们到时喊一声哈，我来喊，你喊，你我站起来喊。你们三二一，一的时候刷。你们都说到了，我再喊。好，好，我准备好了。OK， 三二一，开吗？走走走走走。开不开？你们开没开？没有。那先。那重新来。我说三二一刷就刷，三二一刷，开了吗？是不是卡不对？刷刷之前那个卡离那个东西远一点儿。对着那个铃铛的位置。好，对着那个铃铛再来。三二一。蒙头蒙头。对，但是在这儿。快点蒙了，蒙了！没被子。你们到没的？蒙到了。照一下，照一下。哦，这个，这个，这个。啊！怎么还摸腿呀、啊？不晓得。我头开了。要不关一下门？夜视仪给他。说没的吗？被子呢？看到被子了吗？没有，完了。啊？对，化妆间拿三六三房卡，然后就下来。想一下什么路子？不要。好玩啊，摄像头。这个是什么路线？我第一次带卷，我们是拿到之后，拿到之后，走吧走吧，走吧。你别拽了，化妆间贼远，化妆间贼远。我错了错了，老师错了。走吧走，我应该是那儿。拿到了再放嘛，你不要放音乐好不好？化妆间是吗？我忘了。音乐教室。哎呦，等一下，我包了！不要下！哎呦，等一下，我包了，包了，包了！没关系，又活了一天，已经很厉害。就是靠这个墙站。还没拿到卡，就是给个机会，都是出来玩，谁出来玩，谁又想安全回去？对啊，我们就是拿个卡，就是我们也，我们就拿个卡，兄弟啊，就是那个。
他就算了。我知道我。走嘛。就是我们也站在这儿。他是我们朋友。对。这里是我的家，我爱这里。嗯。你当时不知道听我，就是那个啥，我知道，就是那个卡卡。卡去一组，然后往下了。已经不行了。哭了呀？行，那你一个来。我一个不行。没事，我在这喊。可以。哎呦！加油啊，小伙子！加油啊，小伙子！下来。推下来。往下拉，往下。比个叉，大哥，拿张卡，拿个卡，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冲动是矛盾。大哥，我真的就，我就拿个卡。我好想逃，却逃不掉。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我好想逃。这里是我的家，我爱这里。
我估计上去就要装个满怀，所以你可以做个准备。那他们去化妆间了，换那张什么卡？你等一下，我们跑的时候，你不可能这么跑噻。嗯，必须。对，所以说现在有个方法就是，你走这儿，我走这儿，就跑直接这么转，好不好？就是他。大哥，不是你不要屁股往这边顶。咋了？我们这儿有个猛的。不是你快点儿，这儿进不去，这儿进不去，你们看这儿，你们看这儿怎么进去？完了，这个大哥把我们卡在这儿了。在哪儿？这样，我们两个垫后，你们两个往前，我们两个垫后，然后你们走中，直接冲。嗯，现在大哥在哪儿吗？在你，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左边，左前方，没看到啊？人先走嘛。那个兔子头就是大哥，就假装兔子头上面。哎，他说不发出声音可以，悄悄的。这是他的衣服。悄悄。你从这儿。如果有动静就直接冲。一粒儿，决定他们跑不过来，就是他的衣服，就是他的衣服。有事就叫出来就可以，有事就叫。衣服这是。三，我开始了哈，拿了，三，二，一，走，你拿的是房卡吧？是，绝对是，去303吧。你看我们俩是怎么去的？对，好了，你们两个听着，哦，被骗了。我们这是三楼的吗？开始那个了，抓到你就要跑了。没有，一楼才是，一楼。二楼死亡模式。二楼死亡。下去就是死亡模式呗。跟着我们来，跟着左航走，往前，往左，往右，往右，走，直接往左进去。单独去一楼，一楼入口有根绳，那个绳索拉着他一起走，走到尽头有惊喜等着你。按机关，然后下一个他们下来的话，你们就按机关。刚才是我按的，啊，对，就是可以吓他们，对吗？对，是这个。这个、我们吓他们。对。可以吧？不是。哇！人家是出信号，出信号你干什么呀？哇，这个吓得挺伟大的。别动，不动了，站好，医院真的直接黑我一脚。
飞号。最后是，啊妈的，走吧，直接走吧，直接走吧，因为反正是操控机关。啊，那个你直接走吧，没走，出来要么张泽宇，要么是崔浩。现在可以攻击 NPC 了。现在可以攻击。所以说他玩机关。哎呀，不要闹，苏信浩。全是机关。直接按。没有网了。然后你可以进去。哎，这个下来了。下去。不找，对了。刚刚呢也是完成了非常刺激的一个部分，大家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稍微缓过来一点，还算良好。今天呢，我们也为我们的兄弟准备了一些特别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请他吧。抓，来了 ，I am coming。没有，我觉得其实还好。我是觉得第一次我没有玩完过一次完整的密室，这次呢我觉得一回生二回熟，我觉得我还是表现得比较像个老油条，还是尝试了一下单线任务，觉得有点刺激，但是还是没有让我平静的内心翻起一点波澜。受拖拽程度比较高，有幸被射精拖了几米。我昨晚特动你啊。不是，就是当时我们一起往那边赶，他可能没有这么没叫哈勇猛，不是我没有叫的最大，就是没有叫的那么勇猛，也还比较勇猛。当时你们俩我就判断失误了一下，然后他就开始怕了，他是真人，他说他看到脸的，你不是不怕吗？一个他说他看到脸的，你不怕吗？知道吗？哇，君蜜，我求求来，你给我出100个鬼，求你给我吓死我，求你吓死我，误判了。我被张俊浩辅导了，他是一个衣服，一个他那个披风，那个时候还没有怎么注意那个东西，只是当时隐约的看见有一个东西感觉像这么蹲着在看我们，然后我就不敢了，我就说他是不是蹲着看我们，然后他就开始求，他说打工就让我们进国呀。他那个拉电闸，哦对，当时拉电闸的时候，当时我们当时第一组去，然后当时我们都找不到电闸在哪儿，他那个电闸是在一个发光的灯后面，对，然后那 NPC 就提前出来了，然后就他那个电闸在这儿，那个灯在这儿，房间门口在这儿，我俩刚进去这里站出来一个人，哇，然后追我俩跑，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他没看清，我还在找，然后张泽宇这边突然有动静，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不看，哇，他慢慢站起来，他在这个地方闸都没拉上就跑了。那旁边不是我们兄弟吗？来找我们开锁，他后面卖我们，就是他也吼的那个，他后面把我们卖有两个旁边啊，有两个，有一个强混很好的，对我们那组是进去，我忘了要拿电闸，直接过来，就是他是直接上身那个 NPC 老师，就是他是这样的，哇，那个、啊、那个什么，就是我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那个是摸腿，他这样，他给你看一下灰，他看你腿有点灰，就是我们该有的人类的体魄还是有，溜得非常快，哇。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勇猛，我噌一下就出去了，眼睛都没带眨的，直接往前面冲。哎，他们至少他一个人，对，是我跟他绑着这个嘛，他一个，我当时他敢去，
那个灯前面不是有三个吗？拉了一个，我把那两个一拉，我一转头一看，他差不多就在我这个距离，他差不多啊，我就等两秒钟就跑回来了。我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很害怕，但是一开始还好，在四楼的时候，然后下了一层之后，因为很黑嘛，然后我又很特别怕黑啊，因为一些缘故比较怕黑，所以说就在走廊里走的时候就有点受不了了，然后去屋里坐着又各种怪叫，我就有点难受，之后就感觉我被人带出了那屋子之后就不知道是啥了。我是第一次，当时觉得那个氛围就是很恐怖，然后有点对直接没进去，对，我就是觉得也是跟陈建瑞一样，然后受不了就邀请就提出退出了，然后就经过了几年的沉淀，我认为我成长了，就是我认为那个东西唬不到我，我就决定去尝试一下，就是心理防线要建构的够强大。我感觉就是这种非常的有感觉，那种说不出来的，就是随性里面又带着那种精心设计过的感觉。这个蛋糕真的大，哇，立不住啊！这个我帮忙抓着，你捧到正下方你知道。这是个啥造型啊？像饺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是不是对拿吧？好，不用这放过。没有吧？我这壳子来呗，那就来呗。探险吧，拜拜。